Time to go get on the airplane, not to just go see one.它会不会延续？行李二十万，开始想我了。有啊。Thank you.
调试，并关门。也建议您不要使用移动电源，谢谢。并有个很空旷的。May we advise you not to use phone？ 打你为什么要防护包？谢谢。收到华航的防护包。Facebook 跳出来一个通知，7年前的今天我刚到 Florida Tampa 大概第二天，代表是7年前的今天我也在美国，那也才刚到，无止境的感叹跟怀念跟感动，就是各种交杂复杂交错的情绪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就选了一个
有游泳池的景，这个景其实跟我在天发那个时候的宿舍的游泳池感觉超像的，它就是有一大圈的座位，然后被房子环绕。这一趟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故事性可以分享的。首先是让我找个座位坐下来，但是这个阳光有点太好了，所以这边就会有阴影。找个地方等我一下。好，不管了，就是呈现一个这个怪的角度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舒服的 spot。好，这一趟呢是我暌违两年半，相信大家也是，就是疫情之后我的第一趟出国旅行。一直有在关注的人就知道，我一直都是以旅行为生活重心的人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个生活的平衡，应该可以说它是兴趣，它是我的调剂身心很大的方式。除了现在疫情政策很多国家都放宽之外，我现在也打了3剂疫苗，整个身体状况算是稳定，工作也到一个段落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时候要给我自己一个 reset， 一个重新充电的旅程。这一趟旅行我们筹备了大概3-4个月，就是我们预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发，但是我们目的地是加拿大，因为男子从国中、大学都在那边生活，那他的好朋友们都在那边，那我自己也有家人在那边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共通点跟共鸣，因为我们就在疫情下认识，再加上疫情之前我们俩个别都很常旅行，所以对我们来说一起旅行跟一起坐飞机很重要。持台湾的护照入境加拿大，你需要申请电子签证，叫 ETA。 那当时候我们申请的时候大概2个月前吧，提交申请一发出就收到了一封信，加拿大的移民署发出来的，他说我有加拿大 PR 正在申请的这个资格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申请加拿大公民它需要很多很多繁杂的手续之外，你前面还有一个允许申请的这个准许，那我已经 pass 了，只是我要有这个过程这个动作。如果我要申请 ETA 就加拿大这个观光旅游签的话，我就得放弃这个 PR 的申请过程许可。我很惊讶的是我这几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又觉得很合理，是因为我爸是加拿大公民，然后我才打电话给我妈确认，她说对，小时候我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，她有帮我们家3个人都有申请公民这个资格，只是没有把它跑完，所以才有这件事情。那为什么这一趟会跑出来呢？是因为他们可能系统 renew 或者更新，所以他们把以前的20年前那种旧系统整个 link 在一起，就发现我这个资格。后来上网查也发现很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。我那时候其实犹豫了几个礼拜到一个月，就是我在想要不要放弃，因为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意义的，然后要重新申请也是很有难度。最后决定就是放弃吧，因为我这几年也没有规划要真的常待在 Vancouver 或者加拿大。重点来了，我隔了大概一个月过后，我决定要放弃。提交之后迟迟等不到他的回应，就等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到出发前一天都还没有就是放弃跟 ETA 的申请许可。其实申请 ETA 很快，在几个小时就会发下来了，所以我们就傻在那，因为我变成我进不了 Canada， 我还没有任何签证。除了延期之外，现在觉得最有可能的办法就是从美国入境。如果你是从美国西雅图搭巴士入境加拿大，持台湾护照的话，它是不会检查你的 ETA 的证。所以到了出发前3天，我订了到 San Francisco 的飞机，预计是从 San Francisco 再飞西雅图，再坐 bus 到 Vancouver。 但这一整趟男子都不能陪我，因为他有去过伊朗，他的护照没办法快速申请美国的 ESTA 电子签。总结来说，我没有签证飞加拿大，他没有签证飞美国，但是我们又要一起出发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当我在美国待几天过后，我再去西雅图，再去 Vancouver 跟他会合，他就直接从台湾飞 Vancouver。 好，那更有戏剧性的地方来了，就是我在收拾行李，已经决定要到 San Francisco， 然后跟我朋友都已经联系好啊，要住几天啊，机票全部订好， bus 的票也订好之后，行李箱要盖上要前往机场那个瞬间，我们收到加拿大 ETA 申请的许可了，所以我现在是可以搭飞机进去。我们一度想说就全部放弃，我就跟男子直接搭飞机一起前往，因为对我来说意义很深大的是，我很想要跟他一起坐飞机出国这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珍贵的 moment。 但是后来想想算了，就是都已经准备好，然后我可以飞美国找他朋友，然后顺便调一下时差。我会在 San Francisco 待3天，直接从 SFO 直飞到 Vancouver， 不用再到 Seattle， 不用再坐 bus，
对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，我又可以到美国，我又可以直飞，就是不用担心 bus。 我其实有点害怕，因为一个女生嘛，然后没有这样子搭过跨境的巴士。对，这就是我一个人的三天 solo 旅程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多的变数，但都是很珍贵的难忘的回忆跟经验。接着呢，最多人问的问题是我这一趟要待多久，然后我要去哪几个地方，我的工作怎么办。我就一个一个回答。这一趟的行程就我刚刚说的，本来都在加拿大境内，我们西岸东岸都会去玩，然后还有重点是参加他一个好朋友的婚礼。但我现在多了美国这三天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两个国家的 trip。 第三个也是大家疑问最多，就是那一天该怎么办。对我来说，人生的目标真的就是过我想要过的自由生活，所以我在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不管是 YouTube 频道、 19andGam 品牌，或是带团队的模式，我绝对不会绕远路然后把自己绑架着。像是团队里面有人要出国啊，有人，我都非常鼓励，这个是前提。那当然在实际上面，我在五六月的时候就是已经有规划了嘛，所以我把所有的拍摄啊，或是我一定要当面处理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。所以在七月一整个月，他们可以跟我远端的确认事情，或者是很多事情可以 pass 给他们做。那再加上居然在台，所以它可以帮助很多的决定之外，我的团队不管是行销企划、影片啊、媒体邀约啊，我们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默契的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不在他们会不会怎么样。他们其实心里也很鼓励我要出来放假走走，因为有时候我闷太久，我的情绪控管也有点问题。开玩笑的。那依我的个性，我这个月当然不可能完全不工作，所以我还是会远端的处理一些讯息啊，分享一些资讯啊等等。在我回去之前，八月初会出两样新品，然后也是就觉得就是也是鼓励大家，就是应该是2022的 highlight， 请你把时间空出来。以上呢就是我在这边的 update， 下一支影片我会分享我在 San Francisco 的生活，我也会介绍我这边朋友给大家认识，就是这个家的主人超漂亮的，我也会努力的拍 vlog 记录给大家，就看你们的表现了，快点留言处留起来，想要看什么影片也都会跟我说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 Love from the States， 拜拜。